大家好，我是甜甜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汉娜。欢迎来到甜姐姐和汉娜的频道。今天是一期不一样的视频，因为今天不光是我一个人采摘，还有那么多的小伙伴和我一起采摘。圆满成功啦，小伙伴们，大家要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，展示一下成果，耶、yeah. ，展示一下成果。看来不能说每个人都满框吗？每个人都能烧一顿饭？我这个肯定是可以的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安聪的呢？安聪哦，安聪的特别好，每个人都收获满满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还是有好多人今天摘到了牛肝菌，摘到 stamps 了。其实这个林子里头吧，有一块地方有 stamps， 所以大家沉浸式的寻找呢，就还是有挺多小伙伴找到了。收获怎么样？很多，收获挺好的。我来看看，这个收获怎么样？很好，收获满满。我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今天的国王，你的极品，你国王，你的极品蘑菇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好的。好的。怎么找到的？我就是走一下就看见的。是看见了是吧？在哪里看见的？你跟那个我的粉丝小伙伴们透露一下，在哪里找到的？悄悄的告诉他们，怎么找到的？我也知道。不知道啊？就很认真的找到的吗？去好好的吃一顿好吗？秋高气爽，去森林里采摘蘑菇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。而相比之下，能够和大家分享蘑菇采摘的小技巧，把这样的快乐带给更多的人，带给我了很大很大的幸福感。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如果你们对蘑菇采摘有兴趣，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